姐姐要来买这个黄金焗烤海鲜贝，这个一个60元，两个一百。好，你买两个。很想吃。啊，你要不要辣？哇，那好漂亮。啊，你要不要胡椒？不要辣，不要胡椒。啊？怎样？哦，看到了，很大只的狗哎，那个是哈士奇吧？这里有，哇！啊？好。对，还会唱。装在碗里面呢。哦，好。谢谢，姐姐要找钱了，就给我，直接给我走了。没关系啊，把拿就好了。你先，你签了，我换成一百。你先拿回去吧，拜拜。姐弟在吃黄金焗烤海鲜贝。